好，我是新疆张美，我身高170公分，48公斤，天蝎座。都不行，我不行，感情我觉得我都不能接受，就是双方出轨。精神出轨我可以接受，但肉体出轨我不行，代表他不爱我。要看他遇到什么事情，如果他是去赌博，然后还是为了要改装车子，我就不会借。改装车子要送我，但我不喜欢改，就是我有多余的钱才会想要去弄车子，可是如果没有多余的钱，我就不会想弄车子。10万，最多10万。也不会，但是我会尽力而为。如果他奶奶真的要手术，我可能就借他一点点，我能接受的范围。嗯，然后他可能去跟他邻居、跟他亲朋好友借之类。10万，